大家好，秋天呢俺摘的树有个好些工具回来的，我寻给人了，叫俺去看看，看人家我喊我过去了，我去看弄完了嘛，走。哎，老是不开心。装上了点来，这开着装着。大的小的都要。哎，这给根盖出这么大的叶了，也不贵了。他撵不上啊，他撵你这都管买了，那还小着嘞。哦，他撵不上这。这都多着嘞。盖着，盖着，你回来看看。再要盖别的上来，叫找我省工咱算了。中啊，你也省了省。那我叫他不干，不干去了他。不中，老板呢？老板。怎么好弄着嘞？你没弄个铁线呢？没有啊，你给他背一点。哦。你这弄弄树子拉到哪儿去卖呀？拉到小河流了。小河流。摆就摆着吧，你摆我那扔多了。扔多了。摆到底下多了，不用管了。套着一米儿，套着一米儿，他敲了就拆。啊？套着一米儿，敲了就拆。你看，听见开这，这不还有根了，也有根了。四根。嗯，看就没弄动，就没动头儿，这根就没有结实，是吧？绕着别根，绕着别根，他抬过来拆了，就在这一装。看着。你看照照花也行，照白根，也就是。看这龙根。那他这儿，你看老树。不是。青蛙，这块都没动形，种的啥叶是啥叶？那不，搁油菜你这还没叶儿呢。这弄了有点快呀、啊。哎，一直是苦的。八人，八人着急苦跑了。你看这这么多的种的树的种了，你看这野树年年弄年年弄，你看吧，它的根发达，你都没弄它的根，它还长。你要拆完了，俺太太说再给你装上。你不用管它，我都陪着我呢，你不用管它。哎，给你大伙儿装上吧，你看你这小粒儿，这你都弄了。这还没吞呢。哦，没吞呢。不是，你想弄弄一车不能啊？弄不了。弄不了一车。拉到哪儿卖去了？哎，小河头。论斤卖的。论斤的。卖的，他这一斤是多少钱呢，哥？最少贵，最少一毛四。哦，一毛四。中间那种，几分几分，直接看。一车卖多少钱呢？一。二百多。弄不了一百多块钱，装的多了，装一千多斤。一千多斤。这庄我一扛着吃鸡。啊？你弄了了，咱们这地势强了，我会扛着吃鸡。那可不是，这青坡子也扛着沉住了。意思跟那啥子玩意到啥后来再往回扛。我几块在那不干了。哎，俺几块搁这儿不弄了。身体好了中，几个你这身体棒了中，身体不棒了，都弄不动。你现在也有六十几了，不还六十几了，没了六十几了，长大一盘子，长大文明山东七十了，属虎的。